喂，嘿，喂嘛，嘿，对啊，我今嘛唔是算讲，嘿，你看迄小波吉啦，迄落嘛，也无啥咧开花，我想讲要较早开花啊哈。我意思，我今嘛手内唔就有一个磷酸钾、磷酸钙、硝酸钾哈，啊，我去甲恁订迄个玉米素甲。甲拢一斤哈，啊要配合，安怎用块当帮助做啊较早开花莲哈。嗯。啊，把它安怎处理啊做啊？我原本我的想法是讲，用玉米素做一千倍哈，啊龙鳞菌来罐头，龙鳞菌安尼，或者是从啊做龙鳞菌，甲泡咧做，我那一千倍安尼。啊，迄、那个玉米素罐头较好，还是说油面喷雾较好啦？吼，等下你迄落，啊，磷酸钾甲迄落，掺磷酸钙压甲水盆吼，安尼调和掺这玉米素安尼喷油面，看安怎搭配吼，好，以上安尼，拜托老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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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、好来，这个芭乐，这个先讲一下哈，这个芭乐最主要是安尼，就是讲因为。这个情形吼、哦，甲看起来是无看到叶啊吼，但是呢，听起来这个状况吼，甲着这个樟头，这种的一个这个情形吼、哦，这个无啥正常哈、哦。那么这种甲看起来吼、哦，就不是很 OK 啦吼、哦，可能你要稍注意一下是不是？哦，其实对咱这个芭乐来讲，咱。上惊吼，上惊大概就是这个啊，咱常常咧讲的这个卡死啦吼，入高病这个部分吼，因为啊、对台湾来讲吼，咱做迄个芭乐原底是一个多年生，即马种甲变做吼啊，都已经讲要都差不多吼，差不多唔是多年生啊吼，就讲、是、原底种一丛吼啊，种真侪丛吼啊，即马呢那七八年过呢。啊，这个问题就真容易哈，真容易来解这个啊，这个出来安尼哈。那么一般就是讲上这个哈，伫咱咧判断这个入高病的时阵，会看到这个啊，伊的掌心哈，这个树皮较容易会闭开哈，而且伊闭开的时阵，伊会产生一种这个安尼白白哈，你详细甲看，那像有一寡呢白白这种的这个叫哈啊，这种孢子体哦，那是去看到这种呢，这都会当那看到这种情形哈啊，差不多就会当去断定讲，这应该是这个入高病哈，立枯病哈。尤其伫咱这个中南部地区哈，这往往呢，那是伫落雨了哈，落雨了呢啊，梅雨季节过刷哈，一种。种感染都差不多伫即个啊六七月啊，即只只即个真容易吼，真容易来解即个发生安尼啦吼。啊，南部颠倒吼，就是讲伫即个较凉的时阵吼，较无遐热迄个时阵，伊就较容易来解即个发生吼，即个枯病吼。那么伫台湾吼，特可就是多数即个芭乐吼，包括珍珠芭乐、泰国芭乐、水晶芭乐吼。这拢是，其实这拢是这个叫吼，这珍珠芭乐好，水晶芭乐好，这拢是泰国芭乐的一个这个叫代嘛吼。那么一般来讲，通常伊拢会小花黄叶的落叶吼，啊这枝条呢，会另外打链吼，这甚至呢有当时啊一个这个竞争吼，就较歹去看，但是你会看到黄叶吼，但是通常一种黄叶吼，拢会有小花有一个叶尖，拢会有一个红红吼，尤其是深红的这个所在吼，啊深红的。所在就容易出现到这种红红，这个啊臭大点、臭大点这种的，这情形吼，这真容易呢啊来解这个发生啦吼，所以这有当时啊啊是目前来讲吼，咱伫种芭乐的这个过程内底呢啊比较较困扰吼，这真正是真困扰的这个问题吼，因为伊也是这个钓钓。的时阵吼，即通常一丛伊不一定规丛拢会，但是伊可能是一尾吼。啊，你若是有看到一尾咧黄吼，你就爱为迄个吼呢，即个落来采看卖啊者吼。啊，即采过滴，你就卖过去采别丛，因为即种是有可能啊，经过即个采尾来解即个感染。所以这通常是有这款的这情形哈。那么芭乐通常就是讲伊品种无同款，伊那是。
去感染到这种流感病的时阵呢，拢啊症状无啥共款，但是伊通常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讲伊这个心房会变啊变安尼红红红吼，红个红个吼，即有当时啊血啊呢，哎慢慢慢慢吼，心房无啥的，心脉无啥的吐，啊伊开始血啊反红吼，甚至呢血啊变细血，啊有当时啊看到即定点定点的这这红斑，啊迄种血啊有当时啊看起来足像欠电吼，但是这上啊欠电是伫下骹血吼，会带成新血可能较未生红啦吼，一般拢是那欠电吼，拢是老血会生红吼，但是啊这种情形看到的时阵呢是。老血正常，新血是安尼连连啊，有一点啊黄吼。那么伊钓钓通常是无一定是贵个吼啊，即、這个并讲咱较传统的这种啊，即个品种吼，并讲来啊拔啦吼、白拔啦吼，即类个呢啊，即拢伫即个新血的这这所在吼啊，新血。钓钓了呢，伊迄个皮就安尼翘皮翘皮，甚至啊，咱咧讲诶，就啊，闭开闭开即款诶，即个现象吼。但是呢，那是泰国巴拉即下吼，泰国巴拉即就是水晶巴拉啦，是讲珍珠巴拉吼，帝王巴拉啊，即类诶，即个你咧看到伫即个啊掌顶吼，你会看到即个叶啊吼会变黄吼，比如讲。啊，较叶叶啊，黄黄啊，然后会小花会蔫吼，啊，慢慢慢慢伊就即、這个。啊，规章吼，都较容易打死安尼吼，这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啊，这小块一点啊，这差别啦吼。那么真有可能吼是这款，啊，这一般那是到目前为止无啥物较好的一个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吼，比如讲你那是看到这个章呢，啊，已经有钓到啊，你是不是先啊，一般咧钓到一章吼，未讲全部啦吼，但是呢。那一区内底吼，差不多十丛有三丛呢，啊，应该伊这个时阵吼，得爱考虑放弃个种这个芭拉吼，因为啊，这个所在吼，你搁甲种吼，你搁甲种搁钓钓，吓，刚一捆呢，你搁甲种搁钓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问题的造成吼，真啊，真无好势吼。那么一般就是安尼一个这个情形吼，所以最好你小做一这个了解到，就是讲啊，确实吼，真容易呢啊，有这款呢一个这种病症的这出现哦，所以啊，大家必须要咱好朋友呢啊，小做一这参考吼，就是讲啊，你可能爱判断看卖者吼，啊那是。正经那是这个流感病吼，可能就是讲必须要得爱啊准备吼，这要有一个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啦吼，就是讲可能啊这长呢得该慢慢慢慢吼啊得爱放弃吼啊，这个所在嘛暂时的卖个种芭拉吼，除非你有通好啊有通好这个吼，比如讲会当去堵水啦是安怎吼啊，但是这嘛是无法度水种吼，这尽量就是讲会当。啊，小许换者安尼吼，即大概是即款的这情形滴咧。那即当我咱就以好朋友吼，小做一个了解的吼。好，个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即个枣啊吼，你要让伊较早花吼，要让伊较早花。一般来讲就是讲啊，对枣啊来讲吼，即个要早花吼，可能就是点点火吼。这大概是无虾米啊，其他吼这种管理上吼，即个当然啊，咱伫许呢当。啊、伫即个八九月啊，即阵吼，会当互伊去开花，互伊去雕果吼。即但是呢，就是讲，是毋是伫即个中间吼、哦，咱若是互伊开花吼，若、哦、是去拄着伫立冬迄个时阵吼，那一阵冷风来啊，就去啊吼。就是讲你伤早吼，即有时候也会啊。但是啊，一般来讲是要搁还好啦吼。就是讲即个品种吼，那么即个多数呢是较无虾米款的一个即个啊，大概还是可以啦吼。就是讲啊，一般就是讲咱注意到就是咧种的多数吼，那是。啊、伫四月吼，即更新嫁接吼，做啊拢爱做更新嫁接。那四月以后来改即个嫁接啊，十月吼，十月即时阵来调过一寡较慢熟的吼，就讲、是、你品种吼，当时啊嘛是爱小做者即个选择吼。那若是安尼起来，伊差不多二月底四月即阵来改即采收，即水吼通常真济人其实真爱做吼，因为呢。啊，即阵无啥物水果吼，加上就是讲，伊有诶讲，你做啊，得爱过年无一定吼，过年有时安尼，啊，你若是会当用无同款诶品种去做一个调配，啊，算一个选一寡较早熟诶这品种，选一寡较慢熟诶这品种，啊，两种品种一个做早，一个做较慢吼。
啊，那起来有当时啊啊，整个的这个这个后呢会好很多哈、哦，这个真好哈、哦。啊，做啊呢就会当啊，因为你过年了，迄阵拜拜创啥哈，这还是很多嘛哈、哦，所以有伊的这个这个优点伫咧安尼哈。那么一般那是讲要互伊开花，就是讲伊。啊、伊个一个即个枝条个生育吼，比如讲，咱伫即种要互伊留啊较早一个吼、哦，你就是啊，伊个早期吼、哦，主干更新哦，即种种枝啊吼，尤其咱即种印度枣吼、哦，即最主要拢是啊，爱靠即种主干更新吼、哦，比如讲你较早个更新比较慢，期来个更新，即枝条较早做伊较早发，伊开花嘛较早吼、哦，所以你通常你若是到四月吼、哦，四五月啊过吼。哦啊，较慢对无？你已经到国历四五月清明后啊，啊，即阵伊通常伊成熟开花，可能得爱到十月十一月吼、哦，所以即个时间是固定。但是你若是会当予伊一挂品种，予伊会当伫即个二月三月即个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。到三月中旬，等于就是提早半个月、一个月进前。啊，伊安尼起来，这个机会就较大。你若是要做早吼、哦，可能你就是必须要安尼来做啊。这种就是讲伫这个品种吼、哦，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单一的这个品种吼、哦，你若是要让伊较早吼，比如讲变感官这个品种啊，就是讲拄则讲的哦，我较早采薇，较早这个主干更新，等于你就讲让伊较早布衣啦吼。哦啊，这种伊较早布衣，伊就较早来改这个开花啊，所以即马互伊布衣起来，这个、时阵伫营养成长的一个这个中间，枝啊会堪要互你用高磷钾吼，这磷酸一钾吼，即阵即种的这个啊磷较悬的这物件后面吼，会当提早去甲喷吼啊，然后互伊伫这个中间哦热冷，比如讲伊即马这热冷呢啊，你用这个玉米素吼。哦啊，一千杯啊！你配合这个人参一夹吼，这种高磷的这种物件呢，啊，差不多伫这个啊三百倍至五百倍这足悬的吼。啊，用较悬啊，你去甲喷吼，去甲喷，伊会当加速伊的这生息啊，这个玉米素吼，伊的这生长呢，啊，伫热人的时阵，伊会当有一个啊较正常的这生长，啊，这通常有一个这个好处吼、啊，这通常伫这个啥啊，对当呢来给伊做一个这个。啊，较好的一个效果啦，吼、哦，即通常是咱啊，那、是讲正常要予伊留啊较早一束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透过即个更新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我采花的时阵较早采嘞，伫国历三月底、三月中旬进前，吼、哦，提早采，啊，伊就较早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啊，较慢，吼、哦，较慢种的这种。哦，即四五月啊，即只只阿姨搬伊个枝条，就正常咱咧采，差不多伫即个时阵，伊就较慢更新，较慢更新，伊开花结果就了较慢。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时阵就是讲啊，咱尽量会当少来改，即注意者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除了即个更新以外，就是利用点电火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原则上伫电火吼、哦，可能就是。啊，你爱提早吼，比如讲咱那是早点的之类吼，即通常伊新房那是生长吼，你甲算就是讲，你采落到第四个月啊，得爱点火吼，那是要点火，伊拢是安尼算吼，差不多四个月吼，就是讲啊、我那是一月采，你五月得爱点，三月采，你七月你得爱点，四个月左右吼、哦，你爱点电火啊、每一公顷吼，伊、哦、就是。差不多伫70%到即个120%的一个，即一般是用一公顶，还是讲啊用即种有诶用即个太阳灯啦吼。那么当然，即个太阳灯甲着许呢啊钨丝灯泡吼，即个效果吼嘛是袂歹。不过就是讲整体的一个即个量起来吼，就是啊一公顶吼，即一般来讲还是讲有即个。全波长吼、哦，有真种即嘛一种叫做全波长的即、這个啊，即种植物灯啊，即效果嘛拢袂歹吼。啊，你照的一个即、這个日数那是愈长吼，照、哦、光的一个即个时数那是愈长吼，就讲、是、你予伊光呢照较久咧安尼吼。啊，伊通常开花就较好吼，即、哦、雕刻的一个即、這個、效果是较好。所以你是不是要照啊照光啦吼？就是讲变作你是家己爱。啊，爱小看卖者吼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两种的，一般就是讲啊，这两种的一个方式吼、哦。第一就是讲啊，你透过这个采薇吼，采薇时间早较慢吼、哦。啊，那按算要照光，就是采薇了四个月吼、哦，你就要开始点电火吼、哦。啊，这拢会当吼你的一个开花呢啊，会当留啊较早小挂吼，即通常伫咱咧栽培时阵咧啊，即、这个多数吼，多数即款咧一个即、这个啊，即种差别啦吼、哦，所以即基本上咧啊，有即款咧即个情形伫咧吼。那么搁一个就是讲
真济有当时啊咧做即、這个做啊，即马有诶人吼，就是甲延后吼，比如讲伫伫啊较北平面一点点啊，吼，卖讲像南部即只遮吼，伫伫啊差不多咱家己啦吼，即边咧因有诶改即个延后，甚至伫即马真济伫高雄吼，伫大社燕巢即边遮，甚至盐埔啊即只遮，咱因。因嘛不爱做集中诶吼，卖大家拢客客做伙，拢要客到过年前。因拢是啊，即、這个伫过年后吼，尤其过年后吼，足侪拢是即、這个啊，你甲想啦吼，农历年后诶时阵吼，即、這个过年吼，过了吼，年前都卖讲啊，年前大家拢即个送礼，但是年后吼，年后诶拄着四哥日嘛吼，咱常常咧讲诶，讲即四哥日拜拜吼，啊，即敬神你为车。为正月初一到这个初九，初九天公生，这逐天拢有，这有人开市啦，有人这个许拜拜，这拢有吼。啊，刷落去开市，刷落去来的这个元宵，元宵过来的后边接妈祖生，有诶讲妈祖生啊，不啊，你咧空三月二三是北港较早嘛，十九你的妈祖生，但是妈祖生是进前的开始啊，唔是讲啊到三月二三迄日是大日对无？即进前啊，都拢有人咧挂香啦吼，啊是讲啊，即、這个像当时啊，即、這个妈祖爱出巡对无？爱即温家吼，即、大家妈啊，白沙墩妈吼。啊，这个那是经过的时阵，以咱台湾的这习惯，咱看一下啊，这种啊，这个树果吼，啊，这个啊，敬一下神，这拢会嘛，对不？这所以那段时间吼，啊，其实消费量足大，超过咱的想象吼。啊，这有当时啊，这个头家吼，这正月十五、正月十六吼，啊，做头家做这个许吼，啊，咱拜拜吼，这个拜土地公吼，啊，是讲要开市，啊，是等等啊，迄个时阵呢，啊，所以其实你做啊，唔是讲逐项拢炸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思考看卖一下，比如讲你的品种是虾米款吼，你会当去改延后吼，比如讲有一挂较慢的一个这个品种吼，即卖呢啊，这个啥物三十八吼，这较早咱讲的三十八吼，啊，够一个这个金冠，有诶叫皇冠。吼、哦，这种的一个品种，这个品种伊本来伊就是伫年后咧生产的，所以因甚至呢，甲这个啊后边呢，甲伊延后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从三十啊这个品种，吼、哦，这真甜真好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伊通常那是伫这个延后这个时阵呢，啊，来甲伊这个栽培，来甲伊生产，啊，价钱嘛拢袂歹，吼、哦，所以。等到即卖吼，不一定是所有的人拢做炸吼，就是讲伊的这需求吼，伊的这需求，所以伊会伫即个后边即只遮吼啊来甲伊做，所以通常就是讲伊即个主干更新吼，啊伊会较慢一点嘛，啊较慢一点嘛，比如讲啊伫高雄即只遮，因可能就是伫即个四月吼，四月即个上旬啊是安怎吼，因更新的这速度会较慢吼，啊会慢火慢到啥物时阵吼，慢啊有当时安尼啊，差不多伫即个十。这只只高位十位吼，这时阵呢又无同款的这时间，啊，然后起来伊会当延后吼，延后呢，伊这个三期呐延后了吼，啊，这通常啊拄啊好会当伫这个过年了来改这生产吼，第一就是讲减轻一寡这压力，因为大家。因为大家拢咧看这个年前送礼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人有诶人诶，即看法就是讲阿麦，我卖即、這个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看中伫即个苏格日吼，啊，即有时啊，介绍也都还不错啦吼，即、通常你也当去啊，即、這个小科鲁看卖一下吼，即、嘛是另外一种诶一个啊，另外一种诶即思维啦吼，就是讲不一定是，但是你爱知影者吼，大概咱会当去做吼，会当去做即工课就是安尼吼，那么。以目前来讲，吼，可能阿伯也是会较建议，吼，较建议讲啊，你会当即个格林格，吼，啊，即啊，即种玉米素即个部分呢，吼，玉米素即个部分呢，你会当去甲伊呢。啊，即、这个对后面做伙来喷吼，不一定爱罐头啦吼，即、这个通常是安尼一个即个啊处理方式吼、哦。那么，互你小做者即、这个做者即个参考吼，即、哦、大概咱伫即种啊即、这个栽培管理内底吼做啊吼，伊、哦、目前啦、啊、吼，目前其实即、这个。品种吼，原来是介济吼，那么当然啊，除了即个咱传统吼，即种即真济只个品种吼，啊，然后你安怎去选择吼，啊，然后去做一个即个啊，即个搭配吼，即种呢，即嘛是相当的一个
也即要紧吼，就是讲你当去改搭配好势吼，那么通常就是讲啊，即即个时间点吼，爱选好势吼。对，因为蛇啊，伊本身有即个牙条变异吼，即就是讲一个牙有当时出来伊就变吼，比如讲像啊，咱伫即个吼。啊，什么格隆一河吼，高朗吼，即、这个啊，伫咱伫盐埔啊，迄只遐吼，伊有一个，就是为格隆一河的一个即变异内底，有去选择一个即个格隆吼啊，即、这个啊格隆二河，啊，即格隆二河就是迄阵啊，红山试验所吼，即、哦、差不多迄阵试验所啊已经毕业啊吼，那因去协助即个调查，啊，然后伊就去做一个即、这个样呢啊，又去。啊，佮重新佮命名吼，啊，包括有诶佮为即个格隆一河内底佮有变吼，伊、哦、一个叫内底去佮变去佮选出来，大概即马做认真去选吼、哦，选着啥物脆皮蛋啦吼，啊是讲即、这个许吼、哦、格隆三河吼、哦，啊是啥物啊仙桃吼、哦，大号诶金桃吼、哦，因为有即个牙条变异吼、哦，那么目前来讲吼、哦，多数拢是即、这个。啊，咱上届做即个品种就是安尼吼，去选出来。啊，即马当然有一个啊，即、这个可能吼、哦，伊就是讲去做一个杂交吼，这个也是自由啦吼、哦。啊，即包括咱拄只讲到吼，即三十八吼，即种的品种哦，还是讲像一挂啊，即、这个皇冠吼，即、哦、种的即品种等等哦，啊，即拢啊会当去小做一个即、这个。了解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确实哦，有当时啊，这蛇啊呢，啊，因为伊的这个品种上的这差异，吼，啊，你也当啊，选择到你需要的这个啊，这种的这目标，吼，啊，你来清楚，吼，清楚知影讲啊，咱要爱是虾米款，啊，比如讲你也是要扎花，吼，大概啊，点电花是一个真稳定的一个这个技术，吼，就是讲为采花了四个月，吼，有个人会较早一点啊点，吼，但是呢，这个意义无讲真大，吼，就是讲啊，但是有诶。感觉讲较早一点嘛好，啊，这各有各的吼，就是讲只要把迄个三级小花，把伊含别人小揪开吼，大家当小花揪开啊，伊个袂个因为枝啊较袂空的吼，所以伊较袂集中安尼就会晒吼，所以你这方式呢，你当处理看卖者吼，那么大概安尼来做，应该就会当啊做了较顺势吼，即提供予咱。